我们未来的科室长，我们的文化秘书长，我们年部主席哈，还有对我们的大头张虎秘书长，许主委，还有张主委哈，还有各位中常委。各位党代表，还有各位我的好同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首先啊，我请代表高雄人啊，欢迎我们各位中常委来到我们高雄市开中常会，感谢我们的朱主席。那现在啊，距离11月26号的选举啊，只剩下17天可以努力，我们所有的提名人、议员的提名人啊，我们现在都是紧锣密鼓，我们现在都是非常的认真，在我们各个选区里头啊，我们在努力，我们在拉票，我们都希望都在期许我们能够。在11月26号，我们所有的提名人都能够如愿的当选，这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各位在努力的目标。那我也在这里，现场有我们的中常委，在场也有我们的党代表。我想，一个每个区的候选人都需要很多很多的票。那我想，不管我们中常委你们住在哪个区域，你们应该都有亲朋好友在我们高雄区域。我希望你们好好的想一想，你的亲朋好友在高雄市的有哪一些人，帮我们每一区的候选人拉一下票，让我们通通可以当选。还有我们的党代表也一样，包括我们的候选人，虽然我们在我们的各区域选举，但是我想我们每个区域同样的有我们的亲朋好友，就像我有空下来，我一定会想我哪一个区我有亲朋好友，我会快一点把这个讯息拜托当区的我的亲朋好友，请他们支持现在我认为比较有问题的那些同事、那些提名人，让他们能够票投给我们国民党的候选人，比较弱一点的这个候选人。所以我在这里恳求各位，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绝对绝对都可以帮忙到我们高雄市所有国民党所提名的候选人，在这里恳求各位，也在这里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朱主席，他提名了一个非常优秀、非常的让我们高雄市人可以接受的候选人柯志恩柯市长候选人。来到高雄市，我们陪着他到处去拜票，我们看着他在每一场的拜票当中，看到他所展现出来的他的口条，所展现出来的他的满肚子的文章，非常的优秀。